红红。哎，婷姐，他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下车他就在这里了。红红，这次我给你还有货，我买你瓶酒拿的嘛。我不要，你关我拿的嘛。小月，你别在这里说了行不行啊？我在哪儿说关你什么事啊？又不是你家。不用管他，婷姐，我们走。红红，你不要装，我晓得后我就在上头，你带我去找他嘛。你去他妈妈，他在上班。我想好多天没见到他了，你就带我去找他。你怎么知道我公司地址的？还有那天你怎么找到我们吃饭的地方的？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呀？不要管他，我们走。如果你们想吃，我就在这儿等火火。小月，你能不能别这样啊？这是我公司楼下，我拜托你别再闹了。你我待会儿你找他，我就不在这儿闹了。你不要这样子，你快走行不行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在这儿说了。小月，我带你上去，你把你想说的都说完了，以后不要来了。婷婷姐，哎呀，没事的，带他上去吧，不然他再一直在这儿闹也不好。带上你的东西走吧，好吧，快点吧，走吧走吧。姑父，小雨带什么回来？哥。哦，你在那来了吗？不是啊，我在楼下就已经看到他在了。哦，你在这弄啥啦？红红，我好想你啊，我给你带了我喜欢吃。哎，我不要你这些。小月，你别在这儿说了，火哥哥你也别工作了，来我办公室说吧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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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，姐姐，走吧。不要扯了嘛，不要扯了。你早早才来的嘛？红红，我好想你啊，我好多天都没见到你了。你好意思说？之前我哥受伤的时候你咋个对他的？现在说这些晚了。是啊，小月你不要这样子了好不好？小月，你先说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，还有那天吃饭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关你啥子事啊？你怎么一天一个样啊？前两天还想和我们好好说，现在又是这个态度。这是我公司。在你公司爪子了？我还以为你有好大能耐，就你这种小公司能给火火啥子为难？我公司小，你自己问火哥哥。火火你说嘛。哎，小月你不要这样子，我已经在这儿工作了，你就不要来烦我了好不好嘛？火火你不要在这儿工作了嘛，我喊爸爸给你开个饭店，你在这儿当经理好不好嘛？哥，他咋个找到这儿来的？还有上次你们吃饭他就直接进来了，你是还在跟他联系吗？没有，我现在老早找你来的。你真的？那你去，那你先跟他说清楚，我给婷婷姐说两句。婷婷姐让我在公司找你嘛。还有你记得我上次咋个说的？你好好跟他说，我想揍你。啊，没事的，红红，让他们自己说吧。来，坐他们怎么说？没事的，坐下吧，坐下吧。像书写着我的过往。火哥哥，你先坐下，你先坐下。说清楚了，他咋说的嘛？红红，你不要这样说嘛，之前我们俩不是挺好吗？现在咋变成这种样子了？我们是从小都认识，但是你是啥子样的人，我又不是不晓得。火哥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你都不管不顾，现在又来不凑合，可能嘛？红红，之前是我不懂事，家里又坏了，结果才没有联系，我晓得错了嘛？对，我晓得你家有钱，我家没钱，但是我哥。你不能这样子耍他噻，你们都分手好多次了，然后每次都是因为你，每次你都想用钱来解决，可能不嘛？你不要这样说嘛。那你说嘛，婷婷姐的公司还有上次他们吃饭的地方你咋晓得的嘛？他们经常去吃饭那家餐厅经理我认得到，还看了火火的视频，他们经理给我打电话我才过去。哦，怪不得，我终于明白了。静。没有没有，你才是越来越漂亮的。啊，有点事，李哥，要不你先带文文姐去那边喝茶吧，我先把这件事解决了，好吧？文文姐，你先过去，我们一起，待会儿一起去吃饭哈。啊，你先，你过去。我出来，小玉。小玉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朋友也来了。婷婷，那你先去忙嘛，我不知道跟哥哥说话。你们两个还有啥子好说的？是啊，我们已经说清楚了，没得啥子好说的了。婷婷，那我们下午好好把这件事情谈一下嘛，然后我也找几个人过来，我们评下理。行，让大家评评理。你快点走了嘛，这大学都还在上班。你说我快走，走走走，我送你回去。我说那那婷婷，你下午我们说好了，我们下午来谈啊。嗯，好好好，走。文文，哎，婷婷，你先坐着，你先坐着。你的皮肤现在越来越好了。你也很好啊。我好想你啊，文文。我也挺想你的。你们刚刚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就是那个小月，我跟你说过的。哦，我说的怎么那么看面熟呀？我在你视频里看过他。嗯，他说下午要带几个人跟我见面谈，到时候你得做我的娘家人啊。他还要叫人跟你谈呀？对呀，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行，你放心吧，到时候我跟你一块。
打电话安排一下，我们现在就过去。嗯，好。那走吧，走吧。好嘞，又要听做给你的饭。哎呀，哪有啊？走了，走了，走吧。红红妹妹，合不合你胃口啊？我直接给你姐，就是你破费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红红，你看人家婷婷对你们多好呀，对不对？你可不要想不开，老惹她伤心。哎呀，红红姐，我哥他不会表达，其实内心挺善良的。那个刚才在公司呀，婷婷说一会儿小云那边帮我带人过来聊一聊，你看你们一会儿过去。你待会儿态度坚定点啊，不要再想真人了，不会的。不会的。小心这个。那侯哥哥，我安排个地方，我把位置发给你，你转发给小玉，今天晚上一定把事情说清楚啊。嗯，行。你再吃点吧，吃完我们就去。好，快吃吧，萌萌姐。